今年啊，旧军的这个情况啦，发生真侪查甫人惨死的这个机会，而且死法拢同款，当地人啊，拢认为是仇家所做，所以因就请了后壁西宫大厦的这个书生啊，来这个所在要掠妖精，想袂到差点啊，叫仇家青阿妈甲伊的查某囝掠去，也毋过青阿妈的查某囝青阿娇，好曾经对西宫的大徒弟主角有这个好感，这件代志啊，惊动了府城的知府。知府就赶紧派第一捕快丁忠清，甲伊的助手沈经章啊，要来一捕凶手归案。结果因来到这个所在，却发现吕大夫甲伊的助手柯雄，好亲像甲这件代志有牵连。你大爱。想到安尼，阁会当活命？大夫，你的意思实在是高明。迄是因为伊无向夺走精气，所以毋得救的话。正常每一个尸体，拢互人夺走精气，是安怎伊无？这个问题你无应该问我，应该爱问伊毋才对。李大海，今日带你来这凶杀案现场，是要叫醒你的记忆，你敢会记？你暗到底是啥物人害你？大人，我迄阵咪啉到醉茫茫，我真正唔知影谁害我。大哥，虽然你即马救伊一命，但不过伊对之前的代志拢袂记咧，啊，这是变哪对查真正凶手？大爱，我有办法啦！啥物办法？催眠术。那是西洋传教士教我的，会当有人讲出袂记的代志哦。皮大海，你即摆上细看我这个铜钱啊，我算一、两、三，你会比你一个足深足深的困眠，在你的潜意识内底，会找到迄个想要害你的人。你现在有看到什么？我看到一个查某，可能是柯雄，可敢那不是？迄个是柯雄对啦吼。无可能的，柯雄无可能会做出这种代志。不过酒店的店小二正是讲，彼暗柯雄甲林大海确实是做伙饮烧酒，啊，而且是做伙离开。姚大夫，你这是在创啥？大人，敢讲你也认为讲黑大海是柯雄害？这文官暂时嘛无法度做论断。柯雄平常时连家家族都唔敢打死，哪有可能会害啦？搁再讲，阮是咧开医馆，柯雄真照顾病人，伊对待病人，敢那咧对亲人，是病人心目中的活菩萨、妈祖婆。这么善良的人，哪有可能是杀人魔？姚大夫，你起来再讲。起来。这柯雄，外表软弱，做人偏执温柔，那看也无像一个杀人魔。不过，这摆案件已经发生，我嘛袂当放过任何一个可疑的人。我敢来会当答应你，我一定会做甲公正正义。若是柯雄真正是冤枉，我一定会害伊清白甲公道。只是，凡伊来调查，只是有必要，希望你会当谅解。大人，传柯雄来，
等于是向人宣布讲，可香是杀人魔。为了可香的名节，是不是会当请大人亲身去医馆？我保证，一定会配合你的调查。你安尼讲嘛是对啊。天将，可香的代志暂时按下，我要亲身去医馆调查。伫个无充足的证据之前，千万唔通破坏别人的名节。多谢大人。晋江，有听无？晋江，大人，詹宝快已经先离开啊！不会吧，这个神经将，唉，我讲一个囝，伊就生一个囝，伊应该袂，已经大智大义，去掠苦用。詹宝快。你杀人的时阵，身躯所剩的那黑衣点无？你想要闪的证据哦？陈宝快，啊，敢讲你阿父无带你干？一个查甫人，那摕查甫人的卫生巾，血做一世人的哦。查甫人的卫生巾哦，哎，我让你害死啦！啊，你袂较早讲的，我会生一世人的呢。你还搁咧笑，拢是你害的啦！我今麦吼，就要让你笑袂出来。嗯？陈宝快，阿啦，这是你。废话，要抓你问案呐！你即马有无讲话权利？但是你以后所讲每一句话，拢会作为当上证据。行，等伊。人若无做啥物唔对，为什么要抓我？你还搁咧定性哦？你是嫌杀害黑大海，害落马方未遂，我即马正式要抓你。行，行。这个口香唔只是桃花笑。也是月光晓，那这个镜头有的医生嘛看袂晓。听讲有时会安尼点点，有时阁真爱叫。镜头若举起来，无查甫的讲挡袂掉，这是相当性格实在是歹协调。要那这个神经症啊，伊还阁较歹伊。你若讲伊有病，伊又阁唔承认你；你若讲伊无病，伊又阁神经兮兮。真正看咧，互你会笑死。平常时啊，是真认真伫咧做代志，只是弟某定来牵你牛戏。师傅即摆要教你认真去，伊来认真看有上势，认真看神，认真看你，认真拍面，出剑。哇，水哦，好厉害哦！爸，无礼貌，我讲过几摆，讲话要有师徒之分，叫我师傅爸，师傅爸，这种剑术厉害哦，我嘛要学。这剑术若有成功，不管穿啊穿有几长，照看不公。哦，安尼嘛行较紧嘞，你敢像是孤咧蛇嘞？我们今天去阮大学了呢，要行较紧呢。哦，林家斌，林家斌，林家斌，够慢的呢。啊，吴白勇，出剑，出剑，不要！啊，哎呀，那船只空啦，叫我放船问问，阿拉兄弟人要怎，看海啦。啊，什么？这个人？陈伯伟，那是你啦，陈伯伟。
再来叫你冤，可恶嘞，可恶，可恶啊！陈经长啊，无人来接林安呐，我嘛无得走啦。歹势啦，赚不快，啊，我咧传西啊吼，是爱练剑术啦，放剑功啦，啊，菜地还上着呢，是嘞啊，嘿嘿，切，你无看到我咧发阿烦人哟？啊，你剑功乌白蛇，乌白蛇，伊无生目睭的呢，小心我用风海攻强威严锤，甲恁一个啊一个拢掠起来。陈破块啊！这美丽高人犯什么罪啊？一定是咱庄仔内连上灭案的凶手吴寡妇柯香。吴寡妇，你莫听杨伯讲，我唔是杀人凶手，我嘛唔是吴寡妇。啊！你们一下看冤枉啊啦！有罪无罪吼？阮大个甲你有定断啦！哎，我是冤枉的，我无替人，我是冤枉的。啊！真相大白啊！根本不是什么青阿妈杀人啊，凶手一定抓到啊！可惜，凶手竟然这么水的查某囡仔。我阿爸讲的，这叫做最毒妇人心。啊，来等啊，唔免练剑功啊，等来哦。等嘞，继续练。为什么？凶手绝对不是普通人做的，那不是妖怪，绝对无可能吸人的精气。这个神经症啊！一靠推推，丁仲兴自称第一名捕，我看吼，这抓水鬼脱红空呢。师傅，安尼真正凶手是谁啊？这下就搁问，用脚头来是嘛知，伊就是遐青阿姐。算命一定抽算，就予咱拍落去啊！阿母，啊，行路自细汉，阮自然就会晓啊。算命是算人水的呢，啊，这甲行路有啥物关系啊？一百一块乌仔现钱，你搁会行路上两支脚行尔？我搁会行路，唔那是行路，啊，搁会予人感觉水，感觉你有教养，安尼才是真正的水。阿母，你是讲阮行路足歹看的哦？哪里哦？走路就亲像定是伫个漫长。阿母，你这是什么意思？巧姑是过村，谁叫你要讲什么路用？阿母，小妹年纪够细，伊会使偷偷教啊。伊年纪细，应该慢慢教。你是因上大个呢，啊，毋是同款人走路拢袂晓。阿母啊，阿姊有啥物问题啊？伊哦，伊是软骨找靠山，一阵风就咱伫个山脚，袂稳。阿母，你讲话足趣味个呢。我讲真个啦，你是伫笑啥？哎，阿母啊，啊我甲小妹你拢讲过啊，阿官呢，伊有搁有啥物问题哈？阿母，我才无问题对无？啥物无问题？你问题上大。阿母啊，阿官是啥物问题哈？伊是七爷八爷出巡，双手顶东海，双脚真敖跳，好亲像伫搬大。阿母，阮三个拢袂用的，啊，无要安怎行较着？你三个搞啥物病啊？嘻嘻，我去过来。阿妈，阿妈，乖孙诶，你两个走路互阿姨看者。是是。哇，佫真正无共款呢。吼，迄是当然的哦。你三个人走路拢袂晓，规工就是要出去交人朋友。啊，走路甲交男朋友有啥物关系啊？你若是较在端的，用袂了人遐个低谷龙柱，才有好姻缘。哦，若等下向的话，我就免嫁啊。对对，伊讲的有道理。你哪总是啥？原来是伊这唔食囡仔生理落车，我伫个教阮查某囝，管你啥物关系？而且，仪态虽然重要，但是心更加重要啊。你是啥物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要甲你即个查某囝
脚步行无好无要紧，但是千万唔啊有淫乱之心。什么淫乱？在阮查某囝面头前，你还搁敢乱讲话？搁讲，我就拍互死哦！好人不入的。阮元帅来遮是听天界拢在传言讲，你亲阿妈自从山头彩虹报应。什么彩虹报应？不管我的代志啊，是李龙新官邮件，这好天教讲的。伊讲你为着要彩虹杯，已经杀死了袂少人啊呢。到杯的话，哪会相信？狗屎嘛会食。恁祖妈近来为着减肥，早就食菜，久无食草。这个人跟我无关系，唔是我杀的。对啊，我就讲啦，若是亲阿妈要彩虹杯，叫你当算搁占便宜的故事，早就连骨头拢补起来。哪会有错？只不过无过时会当相信我的话。你全心要气死我！而且你们很高兴的，我讲几句啊生气，你就生气到安尼哦，原谅我啦。你做嘛就爱高兴的，而且我的字典内面无原谅能力。老七，你的字典内无，我用个教你安怎写。老七，等我啦。阿母无伫个吼，唔免练啦。你唔惊阿母当验收哦？就是讲啊，啊，我看吼，咱是紧练习啦。金喜、银喜，恁搁教阮好无？好。哦，搁看我个囝。陈金章，啊，甲放开。哦。你这个人。哪会这么冲动？我有话还不过未讲完，你着抢去做。若是冤枉就好啦，破坏别人的名声是免啦。喂，啊，毋是有一句话讲，宁可讨台一百，嘛无用个放过一个啊，对无？你对不对？阿姊，顶台你为什么要派人抓我？雄雄，早暝你啉啊醉茫茫，是毋是甲平甲海去啉烧酒？咱个心情无好，毋才甲白家海去加啉两杯。啊，然后嘞，恁阿都酒醉啊，白家海伊都醉伫迄个路边，我都倒转厝呀。可以啊，你敢知影？白家海叫人抬重伤。重伤？是啦，雄雄，白家海去用抬重伤。伊的手法甲正常人完全同款，拢是用青啊手机害人的。阿姊，你要相信我，我无害人，我无害人啊！阿雄，你是卖嫉妒。本官并无认为你就是杀人的凶手，只是有人在指证，讲你的嫌疑真重，所以就爱你配合调查。但是调查出来，你真正是冤枉的。本官一定害你清白。多谢大人，可用愿意接受你的调查。但是有一件代志还委屈，为着要配合调查，在调查期间，我要限制你的行动。你伫医馆内面，不准你可以一家步。大人，可用无罪，是安怎爱限制行动？姚大夫。刑罚太侪，一向如此，而且阁会当保护可用姑娘的安全。保护伊安全，这是安怎讲？哦，你足戆的呢！我拄只抓可用重害中途，啊，大家拢嘛以为伊就是凶手，杀人魔。啊，伊即马若阁去街啊路乱乱踅，捡遐被害者的家属，啊，看到要甲刣死，毋只有鬼。一点点，我代志拢你抓出来，阁伫遐讲大声话。我愿意接受你限制我住的所在，接受你的调查。陈少，哈，我要送柯勇甲姚大夫登去医馆，你随我走一转。啥？有讲无手拍破着背，我搁要登走一转。嗯，查某人的月事金，真正有够邪的啦。对，要你说一点。对，会衰一年呢。你行吧。丁中青所断的无唔对，
柯总抓柯香的消息，已经大家拢知影，而且众人也怀疑柯香就是林某的嫌疑犯。所以伫中正甲刑警中啊，护送女大夫甲柯香要登去医馆的时阵，柯香伫路都遭受真侪人的叽叽嘟嘟，有一挂患者本来伫咧医馆啊，咧等大夫倒转来，也毋过当伊看到女大夫甲柯香倒转来，这三个患者惊一个错的紧走。乖啊，从即马开始，你身患范围限制伫咧个医馆内面，不准离开一步。若是发现你无伫咧医馆内面，本官会即时下令逮捕你。还佫有，我会逐天照三顿，一日安尼厝前厝后行行绕绕的。你上好是乖乖待医馆内底，唔好想要变鬼闭馆。大人的吩咐，阮姊妹一定要照办。金娇，啊，来等。哦，大爷，等你等你，你看。哦，这来遐侪钱啊，手机。这钱啊，手机，甲别人尸体顶悬的同款。姚大夫，你哪有这手机？你敢唔知影？在这个地方上，这个钱啊，手机，那是寸石同款。第一，伊会当拍摄；第二，伊会当侦查小，卖当专业外用。干嘛呢？有影无影？这是阮这个地方上所有药铺拢伫咧用的习惯。丁大人，确实也是唔相信，下硬是请教这个地方的长辈，看我讲的是不是属实。既然安尼，就无问题啦。可是。穿啊手机哦，一定有问题啦！迄凶手根本就是柯勇啊，你若歹抓伊治罪，证据无够清楚，是要来定罪。虽然即嘛有证明会当证明，伫案发进程，柯勇是甲平大海做伙，但是即嘛袂当证明柯勇就是杀人的凶手啊。大爷，啊无，敢好去案件中啊？你是吃饱上瘾，唔惊打草惊蛇是无？等起啊，甲我将家楼摒扫清气，好好的反省反省。凭我对大的了解，大的表面上会当作无代志。但是心肝内，嘛一定是咧怀疑。好，我会规工监视柯香，予大个知影。我曾正中，嘛无起神经的时阵。真正爆掉啊啦！有人在洗身躯，这声哦，若洗目睭，就会唱白鸽。
清气啦，将歹运拢都给洗掉。姐，俺家这边洗袂掉，你还当洗无？你干哪样洗呢？都爱看对象，我你还是看暖土龟。为什么？这查甫人干，甚至是查甫人，伊嘛会分，佮伊真爱我。还只玩的玩游戏，那皮有营养，小鬼逃，要跟你逃。谢谢不明，你记，心中我呛声过，我叫三顿把人干死，以后咱就爱遐细腻。哪里心中啊？本来就空空荡荡啊，以后爱遐严点，唔通安尼一出去吼，搞我了麻烦。你在讲什么呀？你以为我就爱出去外口，跟遐查甫人不三不四是？你唔通袂记，那不是你知，算我一个嘴皮，我嘛袂走出去。那阮心情绝对无好啊！当然人招我啉烧酒，我就讲啉嘛。我唔是怪你，我是惊你会去受到伤害。伤心啦！以前若不是你救我，我可能嘛无可能活到今仔日。莫搁讲，亲，你的人情我就无法度通报答你。我搁遐尼爱人生，我有你对我的关心，搁有你对我遐尼爱，想想。只要你对我，快，就是对我上好的报答。我心肝头的翅膀，我随时的欢迎你今日给我的罪过。讲，你是我的性命。查某医生看起来外表真正派，也毋过无人会当看到伊的心肝内。这个查某人有同性爱，听讲这同性的感情真厉害，醋桶若夹起来，偌香你敢知？啊，这个神经症啊，看一个有影真抓狂，不但是流鼻血，搁头壳晕，看一个秘书死到咧睁望孔。人讲这用头看的较冲动，这若无某一定爱自摸。
走回来厝内神经中啊，因为偷看到柯香伫咧洗身躯，穿两蕊目睭啊，变作红目，也少年啊，好我这虚火旺盛啊，却看甲流鼻血，规暗拢无。第二天伊就走来庙诶，连续啉足侪碗即个苦茶，要来降家己的火气。太祖爷啊，自细汉，阮阿母就甲我交代，但是拄到困难，还是歹运的时阵，就爱来遮甲你拜。希望你会用个甲我消灾，保庇我会用个顺利抓到杀人魔。老七，伊要抓杀人魔，是咧讲你呢？我也是杀人魔，是啦，我今麦就是要杀一个人。杀什么人？你。到大汉，我求什么？太祖爷拢让我信杯，我虽然这届拢跋无杯，啊，我知影，一定是太祖爷出差，无礼袂来。哼，自去拍拼，不求人。是柯香的衫哦，顶冠的花是披大海的，柯香就是杀人凶手哦。哎呀，这无爱嘞！你想要消灭证据，我则无接我。哦，唔对，你无接我。你是少年，人在。不应该破坏阮两个姊妹仔的生活，你该死！香香，啊啊！你真正是杀人凶手啊！我不是，我无太人，我不是。你无太人，你不能去放手。我明明放手。还是放手，我跟阮阿姐生活，敢不是就要去了了？可恶！你若我放手，你跟你阿姐的生活，真正会去了了啦！可恶！你敢放过？要不要？紧放手！进去啊！来人，给你起来！进去啊！对，你可用，真正是杀人魔啦！丁中正将吕大夫甲柯香抓起了后，因两人讲因家己是杀人的凶手，意思安尼，中正就将因两人关伫家牢内面，要等候知府大人来审判。虽然陈丁中啊，去予柯香抓迄枪仔机啊，对巴肚甲拄落去。血流真多，昏迷不治。也毋过神经中啊，少年啊，真勇啊，这是皮肉伤安啊。而且中青啊，佫真用心伫咧甲照顾，所以人真紧就好。过无几天，知府大人就来到伊，升堂要来审理这件案件。过来，过来。啊，就是伊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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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静。公堂上不准大声。柯香，你敢认认你这件衫？明慧的呢？这件衫是明慧。大人，你乱讲，这件衫明明是我的。姚柳兰，这件衫到底是什么人的？事关重大，你唔当乱讲啊！我无乱讲。这件衫确实是我的，人是我杀的，
跟阮小妹无关系。李副大，照我所知，姚若兰一向真疼惜高雄，因两个人虽然不是亲生姊妹，但是感情比亲姊妹更加好，所以就骗讲这件衫是伊的，为着要替高雄脱罪。大人，即马有证人伫个外口等啊，大人会当团伊入来作证。团证人，团证人。当下归的是何人？大人，我是往来酒店的店小二李亚俊。大人啊，我姓裴，我叫做大海。李亚俊，这件衫你敢袂认哩？发生命案迄一天，是啥物人穿这件衫？禀告大人，是柯雄。大胆杨小兰，公堂上竟然大胆，徇私风波，大人啊！是，当打十个大板，一时惊啊！是。阿姐，可用。你讲这件衫是你的，那我问你，这货是安怎来的？大人，这件衫甲是明辉一天穿来改，骗大海啉烧酒，也毋过前几工都放进去，衫会破坏，变我嘛毋知影。你讲这件衫，你前几工也放进去，是安怎我伫恁家捡到？讲。大人，你一定爱相信我。一定是有人要侮辱我。你跟什么人有关系？又搁是什么人要跟你侮辱？柯雄，本官有真多证人，证明讲你跟十八条人命有关系。来啊，传证人。大人啊，就是伊啦。我老爸生一天哦，伊就是去医馆找伊啦，来恁阿做主啦。对啦，伊就是伊啦。这节目这边哦，讲人哦偷来暗去的，结果有人即晚要甲我休掉，休掉迄一位就甲伊做伙啦。结果人是用手卡啦。柯雄，你不守妇道，而且甲十五人偷来暗去。反正袂得，甲真侪案件死者拢爱骂，即卖人证物证证据充分，你还阁想要辩解？如今罪证确实，本官宣判，柯雄连续杀人，心肝浓毒，并无悔改之意，应该爱应届人刑。本官判你死刑，明日午时。出战！我不能，我不能！悠悠，悠悠，我不能，我不能！阿姨。两位女士，你今仔有半时先回面的时间，有话紧讲，有话紧办，有我顾着的哦。你莫只变鬼变怪哦。陈宝快，嗯，啊你伫咧遮，阮姊妹仔是要讲心内话。啊好啦好啦好啦，非得哦，我嘛不爱听查某人一来讲话。你若讲着话了，要哭要啼，啰啰嗦嗦。阿丽啊，来啊，行来去。是是。想要死，我就惊了。你莫惊，我伫遐只陪你。阿姐，我无代啦，我是冤枉，为什么咱拢无相信我？
相信你无代啦。你相信我无路用。无对，遐查甫人是应该死，不过为什么？每一个查甫人若到头顶过，伊就无好卖。有当时我嘛会怀疑，有可能遐个人是我杀的。不过，我来一点仔都想袂起来。我知，我是不是气笑？我是不是气笑啊？你无气笑，你无气笑，气笑是遐查甫人。我恨你，我恨所有查甫人，所以我无爱让你甲查甫人伤过亲密，因为查甫人敢来害你。阿姊，你免惊，我保证，我一定救你出去，这是我的命。我不该带你对我安尼，因为我无法度予你同款的对我的爱。你有法度，就亲像我爱你同款。你是爱我，你还阁少爱算，无定性，这我拢知影，我嘛会当忍受，因为我知影。咱是爱情的白温暖，若欠一只，另外一只就无性命。阿姊，我实在真对不起，我错啊，我不应该当你的朋友，甲别查甫人斗来暗去。辜负你对我的爱，我这么难受，我要搁再爱你。也不过，已经想完了，替公伯，伊嘛不肯给我一摆机会。袂歹，只要你留下我，你有爱我无？我永远着爱。拼一条命，我嘛要救，倒当啊！我的身躯边，阿叔，我若无法度救，我嘛会自我了断，陪伴你去，埋葬咱的爱。阿姊，我不该带你对待我呢。你免用你的性命来赔我，安尼是无价值的。是毋是有这个价值？是我家己决定的。为爱牺牲奉献，我无怨叹。正直人好啦，啊，骑无马。嗯，什么骑马啊？迄四个员敢有马通骑哦？若有马通骑，嘛是阮大行我骑啊。嗯。后母袂乱等啊嘛，骑到今日才等到伊，就等我啦。骑我是骑到我。喂，中将。怎么了？玻璃碗。是。雄雄，雄雄，你有安怎吗？阿姊，你不是讲你要救我？喂！要有信心，要相信自己。阿姊。
阿姐，可以，你安心去行着。阿姐，我会好好替你照顾。照顾，林大人，你对阿姐。要死的人啊，搁笑会出来？你笑啥？我笑恁家的查甫人，无睬恁老爸老母，使用恁一对目睭，敢来叫喇叭鼓着，专门一个颠倒是非，错乱阴阳。天下间的查甫人拢是同款，好心，哄你。喂，小杂包，你又没讲啥？我讲啥？我讲恁杂包啦，拢是应该死的。若是死，丁宝快敢会怎呢顺势娶因大姊？代志若是就安尼处理，那安尼这个波头实在是较无道义。讲什么呢？第一大捕快办代志嘛是安尼清清菜菜，目睭袂输咧顾着屎，都看无这两个查某人伫咧动性爱，家己变成第三者，伊阁唔知。什么第一大捕快？我看是第一大口袋。故乡连续杀死十八条人命，罪大恶极，斩首示众，以昭天道。走！娘娘，你是我小妹啊！这是你犯法报应，你唔当做梦啊！你是我上疼惜的小妹。我想起你是母哥，你不应该答应的，娘娘。阿姊，娘娘，大姐，有个坏人尸体啊！有个有人死，犯人一只，哪有可能？又个有死人，敢讲真正凶手是另外别人？即嘛还阁逍遥法外。刁大人，即嘛案情阁有新的发展，是毋是会当请大人延后暂行，等我验尸了再阁定审？点波头。文官未当五十五个，就遵照你所在。犯人押入大牢，两日再审。丁家人。这个死者的死因跟之前十八人完全同款。哦，啊，这死者是啥物时阵死？那照尸体给判断，应该是昨暝。昨暝？昨暝可能在大楼内底，哪有可能？所以我唔得讲，我的小妹可能是去用冤枉的，伊无可能杀人的。就难过了，你先卖掉。这嘛照我判断，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凶手是另外一个人，第二种是故乡还阁有共党，无定着，还阁有第三种。我知，是妖怪做的。丁波头，无采讲你是第一名的波头，你差一点仔都害本官五十五个冤枉好人。大人。
这是小事，请大人各给小一个机会查明此案。张科兄，我已经上奏朝廷，代志变成到安尼，朝廷怪罪了，你敢担起？哦，无啊，啊你即摆是安怎？当初这个案嘛是你审的呢，即摆要让阮大来担，啊你这个职务是咧作假哦？你有我安怎？有代志我来担啦。进去，不用我咧，退落去。哦，大人，你莫见怪。张捕头。你这心惊惊的哦，小管的，给架死去！是是，大人，关于此案，这个代志你免烦恼，我已经叫人来办啦。啊，不知道大人请的是什么人？是我。你哪会用请一个西贡来办案？即马即桩案件，外口的人拢总知影是妖怪所做，请西贡来办事，真哪有啥物唔对？西，西，请坐，请坐。啊，你莫差不多。坐。哎，地府大人啊，我话讲到面头前吼，我的规矩是两块碗公，一块短金。一块假银哦，朝廷请你来办案，你敢敢讲假笑哦？不快呀！你回去莫遐大，我知影啦。你两个人是见笑当受气吼。我甲你讲，这世界上啊，不独有人、鬼、神、妖，做人若要受天气哦，你早晚踢到天崩。啊！你叫谁来？我袂讲声啊！你啊！花公大叔，唔是我伫提起，我从来冇看过妖怪。你若是有才调的，卖伫遐闭鬼闭怪，你啊直接给我看卖。这唔较简单，你若跟我来去，你就知。但是我甲你讲哦，我若才调这种妖怪，我爱你甲跪咧，磕三响头，甲我回事咧。好。等你准备好，就通知我。请，请。故事。是，他坐下去。姐，洋洋，洋洋，你安怎无？无。你这么感情有够好的啦！喂，在做啥？啊，多谢两位大人。莫安尼讲，差一点啊，冤枉恁上位。大人认亏人生，真正是大丈夫。若难过了，你会当原谅我，你嘛是真正如丈夫格。恁两个哦，一个是大丈夫，啊，一个是如丈夫格。啊，真是天生一对啦！啊，规矩安尼啦，我甲恁三做对，嗯，让恁相亲拜堂好啊。你对我袂讲什么呀？嗯，啊，恁阿姊用个嫁好啊，啊，这是一个好代志，我哪感觉你咧吃醋啊？我哪有啊？院长，啊，卖乱讲，就来我了，你卖惊，阮要来走啊。无啥。你嫁我啦！哎，都来等我啦！阿姐，看起来你敢那亲像真介张宝头哦？安怎？你伫咧食醋吗？我哪有啊？熊熊。过去拢是你咧花食醋，想袂到今嘛你来食我的醋，嗯？我哪有啊？
天将赐灵，地灵灵，天兵天将天有灵，三昧之位烧妖魔，替天将刀不留情。哼，哈！喂，乌白乱喷火，等下这树篮来烧起来，我给你抓起来做手，我将落去。啊好啊，你这老妖精来还敢不出来？我做这片树篮全部烧掉，做你这妖精妖孙全部烧死翘翘。刘大人，这片树篮生长无容易，啊是真正烧去哦，唔知阁要等几多十年才用得恢复呢？只要会当将妖怪收起来，烧掉那是无办法的代志。我袂用的啦。少年呢？你袂歹哦，生起来你还够有良心。查某囡仔，你来这做啥？紧回去啦，紧回去啦！喂，这边若是这查某囡仔的爸阿母啊，紧带回去吃饭啦，这做危险的呢！紧哦，若发生代志，我就以仪器锤给你抓起来。阿婆。嗯，你三个叫这个囡仔阿母，那这只老妖怪，甲这三只小妖怪。那电话讲，你看生只遐尼啊古锥，你遐尼啊歹看，你真是妖怪。哎呀，你这老妖怪呀、啊，外表看水水，其实你是外真大杀鬼。查甫人一个一个，拢是低个唔捌字，搁兼无卫生。哦，你都听着，你来抬死查甫人，那只老妖怪。我讲啥？你唔通乱讲。我看伊只是食老老倒酒，唔是妖怪。好，你若不信，我做我牛，拍出你看。凭你想要拍我阿母，先过我三姊妹这关呐。啥？你三个唔是我讲的对手。嗯，金乌达，啊呵啊，看我劈个腿！啊！拍袂掉，拍袂掉，拍袂掉！不是拍你袂掉，我就来点个金试试。啊！爸爸！嗯。请阿娇，阮师父爸已经输啊！你一定要丢我的性命是无？阮阿母若是要爱你的性命，恁早就无命。伊无安尼做，就是因为伊毋是杀人的凶手啊！朱杰，我知你嘛安尼想，对无？毋是恁讲啥就准算的。恁师父虽然守会着道法，但是守未着智慧，无情生众生。虽然不必有情生众生内底有人性，但是阮青啊是尊者妈祖娘娘的正道咧修行的，绝对毋是恁师父所讲妖魔鬼怪。主家，阮无法度顾恳恁师父，希望伊成神了后，你会使做一个公亲，化解咱的恩怨。你三个再跟我过来。阿母，主家，我等你好消息，希望你不要失望。阿母，陈院长，免假死啊，起来。哪会拢无去啊？对，啊，刘大人呢？已经先走啊。啊，出去哦。哎，对。对公大呆，讲我杀人，这凶手用我的名杀人，看来需要我亲身出马，将你抓起来定报。你讲这世界上真正有妖怪？啊，咱即马要安怎？不管伊是妖还是魔，咱一定要抓到凶手制裁。要唔过
对方是妖怪呢。既然那是树妖，咱就将伊的树根剁掉。系啊系啊，丁中正想出要斩树根的代志，那呢？敢会伤到秦阿妈？秦阿妈敢会为着安尼来拆除报复？真正的凶手，也伫咧逍遥府。这件代志，太子宫保的三太子，敢会无管？各位师长兼外头的好朋友，这出戏你感觉安怎呢？真正真好看哦，特别是咱太子宫哦，跩乡亲时代吼，由阮这个主位带领来演出，大家拢敢若职业啊咧。盖贺阿祖伫个遮吼，感谢咱遮个乡亲哦，真卖力的演出，咱遮个太子宫遮个人真正是全方位，这个多才多艺的乡亲，真的你好棒哦！节目最后要来感谢这一集啊，赞助单位，首先要感谢当然是咱新芽太子宫管理委员会咱这个盖赞的主任委员是王献忠，搁要感谢这是咱。商务干事，这是咱吴进玲，还佫有是咱商务委员，这是咱周庆龙，还佫要感谢，这是咱委员蔡万全，这也是委员王庆贤，还佫有是咱文宣组的组长，这是咱王进玲，还佫有是咱新芽太子宫咱的这个协会吼，发展协会理事长詹文金，阁有是咱新芽太子社区，咱这个长寿会会长啊吴景美，这个欧巴桑真正足古锥个哦。阁要感谢，这是咱嘉义中埔乡的代表主席龚振中，嘉义中埔乡龙兴村的村长，这是何金秀，也阁有这是我的好朋友关林马路。嗯，的鸡脚冻，真正这鸡脚冻，我阮食无爱，很棒，很好吃。搁要感谢，这是何洛彩妆啊，张佳琪，也搁要感谢，这是家己外好朋友小淑丽。搁再要感谢，当然这个人，也是阿中阿祖的师长兼外爹的，这是林姓男珠宝商，常常提供我很漂亮的珠宝勾当。林大哥，谢谢你。啊，搁要感谢，这是咱鼎盛集团关系企业咱的董事长哦，陈信玉，感谢你。师长兼外头的好朋友，你看今仔日阿祖是不是美美的，很古装哦，这样子亮晶晶的。今仔日足感谢，这是咱台北松山夏威夷咱的婚纱广场，咱的闵老板。提供我这个场地，和我伫遮主持。伊今仔日足功夫个呢，家己来做造型哦，予阿祖会当佫较水。也要特别感谢，这是咱一流的造型师吼，也是陈玉华啊，陈姐，每次为我的造型，人伊拢甲我擦甲水当当。今仔整安尼有敢若半人半人，恁查某囝嫁嘞，阿祖甲你做媒人，很漂亮哦。谢谢我们这个啊，松山夏威夷。所有的来里面的同仁给我帮忙，这七年来一直跟咱好朋友给阮照顾，谢谢你。师长兼外头的好朋友，阿祖伫咧遮感谢咱这七年来所有的供庙提供阮真宝贵的故事吼。希望讲咱这个台东花莲阮较唔捌去，还佫有桃子庙的故事，我们比较缺乏。假使恁若是有庙的神迹吼，或者是讲这个在地感情故事，一记一定要甲阿祖讲，咱电话卡来。这个电话是25466760，会记哦。这个外包头爱加控制哦，有啥你袂好啊？唔当袂记咧。下礼拜台湾见，足好看，足好看。这是完结篇，阿祝等你哦。我们下个礼拜三再会。